按息啦，好不好 ？Go。哇，第一关就是个硬仗。哇哇哇！不要先打那只啊，先打这只。哎、欸，有天降，有天降，耶！不是不相信凯亚，是不相信天降。然后试着相信那个，然后试着相信别人，别人才会愿意当跟你们当朋友啊！今天超级不专心看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觉得这队应该蛮轻松的哦，感觉啦。其实有凯拉的回复力可以无视三回的神魔禁锢，哎、欸、喂，哎、欸、说明哎、欸、对是这样没错，哎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来用暧昧才爽啊，爽，这回复力真的蛮狂的哦，等一下看凯拉你们就知道了啦。准备跟他 say goodbye 吧，拜拜。好，该跳的都跳了起来，不该跳的也都跳了起来。啊，不该跳的还没跳起来。开，开。我相信凯拉，但是不相信邪魔歪道。你们看一下这个伤害，天哪，我真的是，哦，我真的是醉了耶！哎，天降怎么不见了？我的天降怎么不回家？哦，转什么强化珠啊？真吓死了！嘿。不要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会帮他补血，会帮他补血。我们不能做人，不能这样啊！他快补满了，我跟你打那么辛苦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不要闹了！等一下，我们要这张死掉了。不会的，不要自己吓自己。好了，不会死。哦，伤害很够嘛。第三关。哦，能够转那么多光珠，我觉得也是不容易啊。哎，是不是全部都是我的那个？全部都是我的攻击珠啊！直接带走应该没问题。哦，你看这个回血量，250000，有点狂。解开，这天降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的母亲问我怎么不开心，因为没有天降。对，抱歉。有了嘛？是不是超猛的？哎，这天降要坏掉了，不是没有天降就是坏掉的天降。西亚队超难控制。哎、欸，这对伤害你看，界王快要破千万呢、欸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好强哦。
这个更新我也是醉了好不好？母亲怎么不开心？今天直播又是希腊，可是这阵也还蛮让人家开心开心的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啊，这一对，怎么觉得呢？转来转去的，还不转回来。是不是厉害？真的吗？太棒了，斯巴拉西！那个凯拉关起来好了，关。睡觉的玩入。我觉得有点不妙啊！哎，回血量是回得回来的。应该会过吧，不要到王冠才脱彩哦，我真的会打你哦。13000哦，过吧，不要让我傻眼就好了，拜托你。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哎，还行还行，14 combo 而已。哦，该我出场。我现在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，很烦。